未了解环境是国家级的高级，这几年来也一直在进行修复工程。乐清也特别捐助3000万，要来协助工程顺利修复。我用上改进这个态度，做上好的这个整修的方法哈，甲未来那么呈现吼这个所在的古迹会当扮演佫更加重要的角色。感谢台塑企业捐助3000万。会当予咱江源乡的古迹会当整修中间，会当更加顺势。即届咱广泛讲吼，你做即个整修，包括附近商圈的规划，义不容辞的吼，捐赠的吼3000万。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一笔善款，吼能够带来麦寮更进一步的发展。另外，过无几天就要过年了，麦寮乡长也伫春节进前带领同仁前往关心乡内各单位。啊，阮今仔日来拜访所有的单位，就是两个消防队，两个派出所，5个巡守队，因每年一年的这个辛劳啦吼，为着咱麦寮治安啦吼，甲讲去火警吼，这拢做好真好的工作，互伊治安感觉较好吼。无论是老庆关注经费复工环境，也是乡长亲自拜访各单位，都是希望会当帮助麦寮地方的发展，以及关心维护地区的治安，让麦寮的乡民会当过得愈来愈好。记者吴永平采访报道。